你跟着我们同事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到了。飞过来了。谢谢你们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先离开。谢谢。喂。不会。走出去。日前，桃园市中壢区一名父母发现自己十岁儿子因确诊高烧不退，经视讯看诊后，医师判断有诱发脑炎性疾病，故建议送萤火长庚医院急救。当下因救护车无法及时抵达，逐至中壢派出所请求民警协助，民警当下立即驾车民警报信，协助开道，约二十分钟顺利协助送往林口长庚医院就诊。民众对警方及时协助，极为感激不已。